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到药草御品啊，第五品啊。那么我们来进入这个经文的部分啊。那么就在我们的第556页啊，556页。那么也就是速成啊，速成。那么这里也讲到说，所谓的速成呢，也就是本师赞美应可啊，啊，也是一种赞美应可啊，因为等于是。前面哈、有佛弟子们啊，他们表达的这个学习的心路历程嘛，啊，所以呢，就用这个信解品啊，那信解品里面的这个穷子喻啊，来表达他们的那个学习的心路历程哈、如何的回小向大啊，那么由啊佛陀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呢，那么赞美亦可啊。那所以呢，在这里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尔时世尊啊，这个时候呢，啊，因为前面有好几位弟子嘛，啊，有慧命须菩提，对不对？摩诃迦旃延、摩诃迦摄，还有什么摩诃目犍连啊？那大概还是以摩诃迦摄为首啊，因为摩诃迦摄算是大弟子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佛陀世尊呢就告诉摩诃迦摄及诸大弟子说，善哉善哉啊，迦摄善说如来真实功德啊，因为前面是不是由他们来用譬喻穷子喻来表达他们的这个回小向大的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由佛陀来应可啊，说迦摄善说如来真实功德，诚如所言啊，他们所说的呢，确实啊无误的，啊，因为如来富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啊，汝等若于无量意劫呢，说不能尽呢、啊，啊，因为如来确实有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的功德哦，啊，我们那个这里说汝等啊，你们如果对啊无量意劫里头来讲的话呢，那么其实是说不能尽的。啊，是无法能够道尽的，啊，所以呢，接下来佛陀哈、啊、就对迦摄说：“迦摄当知啊，啊，因为现在就进入了这个长行，啊，因为要广说，前面是先略说，对不对？啊，略说速成，然后呢，在第558页呢就广说速成啊，进入长行，那长行里头的法说，啊，法说。”那法说里头呢，有教法不可思议，还有呢智证不可思议，啊，我们说要透过教法，啊，是我们的这个依循之后呢，才能够智证，啊，那教法不可思议呢，智证也不可思议的哈、啊，所以由佛陀啊，那么来对迦摄说，迦摄当知啊，啊，如来是诸法之王啊，啊，确实哈、啊，佛陀呢就是诸法之王。啊，若有所说呢，皆不虚也啊！只要有所说法的话呢，都不是虚妄的啊，都这个都是真实语啊啊！所以呢，于一切法呢，以智方便而演说之啊。那其所说法呢，皆悉道于一切智地啊啊！也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法呢啊，虽然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什么善巧方便啊，以智方便而来演说。啊，但是呢，其所说的法其实都希望到于一切智地，有没有？所谓的一切智地，也就是到于实，啊，等于说是为实而怎样故全，过程当中啊，那么会有全巧变通，啊，到了实法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涅槃的境界，啊，涅槃的境界啊，当然涅槃的境界是我们第一啊能够超凡入圣的那个关键点，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有全巧变通跟什么实相的这个部分呢，那么结合在一起，那个叫做后得智了哈。所以呢，也透过啊，能够先要能够教法上的不可思议，不思议之后呢，智证的不可思议，那么也就等于说，这些教法呢是可以透过智慧来验证的哈、啊，就可以透过智慧而来验证哈、啊。所以在第560页。如来观知一切诸法之所归去，哈，亦知一切众生身心所行，通达无碍。啊，如来呢，啊，能够尽虚空界的知所有一切诸法的所有的归去，哈，那这里所有的归去其实也都
不畏惧在哪里啊？在所有一切众生的啊身心所行。那么也就是说，所讲的一切法呢，其实也都针对什么？一切的众生。啊，尤其我们一切众生呢，都要面对什么生老病死之苦，对不对？啊，所以呢，也都希望能够怎样，能够通达无碍，解脱自在。啊，那就看是个人的小解脱，还是协助众生的大解脱嘛，对不对？到成佛是不是就是协助众生的大解脱啊？啊，所以又与诸法呢，能够究竟明了来示诸众生一切智慧啊。啊，那么如来呢，也是在所有一切法的究竟明了。啊，能够尽虚空界，所以也才能够来怎样开示啊？所以前面也讲嘛，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有没有？就是让我们众生能够理解佛陀所证得的一切智慧，啊，所尽虚空界的所有一切真理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呢，也都在对治着我们的痛苦烦恼，啊，那也唯有因缘，它是不是才能够周遍一切，啊？啊，所以呢，所有的一切智慧呢，几乎都在什么？都在因缘法里头啊。所以来示诸众生的一切智慧啊。然后这个是在法说上啊，那在法说上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呢，佛陀呢就啊用什么譬喻的方式，所以他就要透过立譬，有没有啊？建立这个譬喻啊。那譬立譬里头啊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一地所生各异啊的譬喻。第二个比喻呢，就是一语呢等润各收的譬喻，啊，好，所以佛陀呢对迦摄说，譬如啊三千大千世界，啊山川溪谷土地所生惠木丛林及诸药草，种类若干，名色各异啊，啊也就是说，啊这里啊佛陀呢就用一个比喻说，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广大，啊那这个等于是三千乘以三千乘以三千的世界，啊三次的啊等于是，三次方，一千的三次方的意思啊，所以呢，啊大概等于是十亿的这种，那个世界啊，每一个世界里头是不是都充满了山？川溪谷啊，土地啊，所有的世界是不是都由大地所成啊？啊，那大地上面是不是都有高低啊？啊，有高的山川，有低的什么溪谷啊的所有的土地，那它所生的惠木丛林是不是多得不得了啊？啊，那这惠木丛林里头呢，也有什么有种种的药草，哦、啊，那这些药草是不是种类各异啊？若干啊，名色各异啊？啊，这药草的种类实在太多太多太多了啊，而且它们所长的那个样子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啊，所以是无限无量的哦，啊，那所以这个叫做一地所生呢啊各异啊，也就是说所有的药草来讲的话啊，都各有各的什么不同啊？好，那么再透过雨啊来怎样滋润啊？所以呢，在第563页啊，这里就讲到密云弥布啊，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天上的云呢，啊，慢慢的汇集起来，遍覆了三千大千世界，啊，一时等数啊，其则普洽，啊，因为这些乌云密布了啊，而且周遍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些雨是不是就一时等数啊？全部同时呢，全部下下来，那它是不是润泽了所有的一切的这些啊土地啊山川溪谷土地，乃至所有的惠木丛林，甚至还有所谓的什么药草，是不是都透过这个大雨呢？那么全部啊这个能够普润大地啊，所以呢其则普洽啊，它的这种。这个雨水啊，能够润泽，而且非常周遍的啊，恰到好处的这个下到每一个地方去了。那惠木丛林及诸药草来讲的话呢，它们有小根、小茎、小枝、小叶啊，又属于比较小型的啊。不管它们长得模样如何呢，又比较属于小型的啊，有小的根、小的茎，还有小的枝、小的叶。啊，那么还有一类的呢，
啊，还有一大类的就属于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啊。那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大的啊，大根、大茎、大枝、大叶啊。好，那株数大小呢，随上中下各有所受啊，因为树会有大的、小的、中的跟小的嘛，所以就会随着大、中、小啊，上、中、下。是不是上面的最早接受，然后还会流到中的部分，再流到什么下头啊？但是呢会各有所受啊，都有各啊，他们都会去接受到不同的什么雨量啊啊。那一云所雨呢，称其种性而得生长华啊，花果浮石啊，虽一地所生，一雨所润呢，而诸草木呢各有差别，有没有啊？这种一个云所下下来的雨啊，啊，那就称其种性而得生长嘛，啊，因为不同的这些惠木丛林，还有种种的药草来说的话，那么它们接受的雨量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成长啊？啊，那有的呢，就因为这样而生根发芽、长大茁壮、开花结果，是不是花果浮实？啊，而且呢，虽然一地所生，一雨所润，啊，同样的地上所生的，同样的雨所滋润下来，但是呢，而诸草木呢，是不是各有差别啊？长相都不一样呢，啊，长相都不一样，啊，所以透过这个例譬里头，那么，啊，佛陀呢就来给他怎样合法，啊，那么呼应到佛法上面。啊，所以呢，这里就有和云雨等润的譬喻，跟和受润不同的譬喻。啊，好，所以佛陀就告诉迦叶说：“迦叶当知啊，啊，如来亦复如是啊，啊，如来就像啊这个大雨一般，啊，大云一般呐、啊，啊，出现于世如大云起，有没有？就像这个云一样的啊，汇集汇集，那么以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而修罗啊，因为起了大云之后，是不是就打大雷啊？啊，就好像有音声一般呢、啊、而且可以普遍这所有的世界里面的天人而修罗啊，就如同前面所譬喻的这个大云，它会怎样遍覆三千大千的国土啊？那在大众当中呢，而唱誓言啊，佛陀对所有的一切大众呢都这么说。说我是如来，啊，所谓的如来呢，啊，就是踏着真如而来，是不是？啊，佛陀呢，踏着真如而来，也就是要为众生来怎样解说真如为何物啊，对不对？真理是什么？啊，真理的现象是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就是让我们有所比较，比较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痛苦烦恼？为什么轮回生死？就是因为我们不理解真如的缘故。如果我们理解真如，能够验证真如，是不是就有机会解脱啊？跳脱出来。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真理法则、真理现象，很像什么呢？我们说在盖房子里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测量的标准，就是垂直线跟什么水平线，对吧？垂直线跟水平线啊，有时候我们去什么游乐场里头，可能会有一个那种比较惊奇的屋子，它稍微只要斜一点点，我们进去呢，头是不是就开始昏了，就晕晕的，就好像哎失去平衡，有没有？啊，它有的故意这样斜一点点哦，只差个几度，我们那个就会晕眩，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处在那个垂直跟水平线上，我们唯有处在垂直水平线上，我们才会是感受到那个平衡啊，啊，所以呢。真理法则很像这个东西，垂直水平线啊，所以我们说那个工人要盖房子要堆砌这个砖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堆化来的啊？有没有砌的垂直？有没有砌的水平啊？刚开始如果没有这样子一直在测量的话呢，那弄啊这个砌歪了，是不是最后会倒下来？会砌不上去的啊，会砌不上去啊。所以真理法则就如同这个水平线跟垂直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那我们因为痛苦烦恼，那么为什么会痛苦烦恼？是因为我们着在现象上，现象上呢一直不断的起伏，不断的无常的变化，啊，而且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角度所看到的，我们都会认为不平等，也因为我们不平等，所以就一直晕眩，晕眩是不是就会痛苦烦恼啊？啊，所以就要调回来那个水平线，啊，就能够怎样？心安而道隆，身安而道隆啊！哎，所以我们经常是在啊不够水平、不够垂直的状态之下，啊，所以要寻找这个真理法则，它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垂直水平的那个工具啊，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佛陀说我就是如来的这个如啊，如来呢就是踏着真如而来，告诉我们的就是真如的世界。真理的世界啊，也因为佛陀能够告诉我们真理世界啊，真理的道理乃至到世界的现前，那么佛陀能够应供，足以应供，能接受什么世间的大众的供养啊，能够这个成为世间的这个福田啊。而且佛陀呢正遍知，因为佛陀是不是经过了所谓的三哎那个菩提而三菩提，对不对？啊，由觉而正觉而正遍等正觉，有没有到无上的什么正遍等正觉？啊，所以呢，佛陀可以正遍知，啊，这个觉也就是一种觉知的能力嘛。啊，而且明行足，啊，在所作所为呢是清清楚楚而明明白白的，并且佛陀是善事的，啊，就是说如何的在生死流当中啊。如何的来生死呢？是清楚而明白的。我们常常来了才知道这个世界如何，但是我们面对死亡是不是都常常会害怕而不叫善事？我们畏惧死亡是无法善事的啊。佛陀呢是完全啊这个生死自在无碍的啊，尤其呢到佛陀的法身那是究竟的啊不生不灭的啊，当然以化身我们还是看到佛陀的有生有灭，所以我们就说佛陀实在是为我们众生而化现，对不对？就像前面讲的长者是为了穷子而怎样愿意能够啊放下他的身段嘛，啊，所以佛陀呢是善事的啊，就是在生死之间是自在无碍的啊，并且能够彻底的了解世间的一切，叫做世间解，而且是无上士啊，因为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的正遍等正觉嘛，所以称为无上士啊，并且佛陀是调御丈夫啊，是最会调御我们的啊众生的内心烦恼的什么大丈夫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众心啊众生的内心的烦恼，透过佛法来调御是最彻底的，最直接而彻底的。啊，佛法是佛学啊，是心理学中的什么心理学啊，往往都是帮助我们去调御我们的心理的烦恼啊，所以佛陀是无上的这种调御丈大丈夫啊，啊也是天道人道的什么导师啊，所以佛陀呢啊之所以成为佛啊，就会有佛的一个什么福报因缘的汇集啊，所以也是世间所尊贵者，称为世尊。啊，那佛陀之所以这么样尊贵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能力啊，让未度者令度，啊，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呐，未涅槃者令涅槃，有没有？啊，令得涅槃。啊，所以呢，透过佛陀的教导啊，那么还没有度脱啊，生死苦恼者也能够透过佛法来度脱嘛，哈。那么无法理解真理法则呢，透过佛法是不是也有机会理解啊？啊，我们的这种内心的不安，惶惶而不安呢，透过佛法也能够让我们安顿下来。啊，乃至于我们凡夫是不是还未得涅槃呢？啊，但是循着佛法的道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获得涅槃？啊，佛陀都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整个的什么心路历程啊，所以呢，今世后世呢，如实知之啊，啊，佛陀属于哈、啊，今世后世哈、啊，都能够协助我们众生能够如实知之者，所以佛陀说啊，我是一切知者，
一切见者，有没有？佛陀呢可以悉知悉见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佛陀知道者开道者说道者，有没有？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啊？真理法则，乃至到真理的现象，是清清楚楚彻底的知道的，知所谓的道，能够开示我们什么真理法则，真理的道路。所以我们说之所以成佛，是不是都要踏着真理的道路啊？叫做踏古仙人道，而且佛陀呢说道者，来开示，来说清楚道明白何谓真理法则，所以佛陀是知道者，是开道者，也是说道者。所以我们众生是不是就是依着佛陀所说的道啊？所以我们说我们透过资粮位加行位福慧双修而怎样见道，有没有见道让我们超凡入圣嘛？超凡入圣是不是还要修道啊？修道而怎样成佛，那就是从初地一直到实地的过程啊。所以凭借的就是什么，就是道，也就是佛陀所体会到的所发现的，乃至于体会，乃至到实践乃至到完全的验证真理法则到真理的现象的这个道所以我们都可以有所依循所以汝等天人阿修罗众呢，皆因到此的未听法故所以你们这些天道的人道的阿修罗道，这些都属于三善道的众生但是我们偶尔有时候的会把阿修罗给省略，对不对只讲天道跟人道，天圣跟人圣是因为阿修罗他的那个嗔恨心比较强常常呢，虽然他是善道的众生，但是也因为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也会火烧功德林所以有时候呢会把它省略掉，有时候把它归在这个鬼神类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汝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三善道的众生来说的话呢，皆因到此未听法故都有能力去 学佛陀的什么所说的法，透过法而能够怎样见道乃至于修道到成佛跟佛陀一样能够成佛的好，那这段呢也等于说是和大云雨，等于是从云雨的等论的这个譬喻里头呢去合乎去相应佛法好，那尔时呢就有无数千万亿种的众生呢来自佛所而听闻佛法这个时候呢就有无数千万亿种的众生来到佛所来听闻佛法好，那如来于时呢就观示众生诸根利钝精进懈怠，随其所堪而为说法佛陀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么多的众生有无数千万亿种的众生的所有的众生呢都有不同的根基，有的利根，有的钝根那所谓的利根跟钝根呢如果急于解脱自己属于钝根呢愿意长长久久行菩萨道反而属于利根反而属于利根，所以并不是说我急于了脱是利根，并不是，反而是钝根。为什么钝根？愿意自我为主愿意利益他人呢，其实这个要相当善根福德因缘智慧资粮才可能的所以呢众生的根基有利有钝所以急于速成的反而是钝根愿意踏踏实实生生世世反而是利根所以呢也才能够精进就说利根呢的精进是长长久久的但是也难免会有所懈怠所以精进懈怠呢也随其所堪呢就像我们说所谓的利根的菩萨也有什么这个层次上的差异，对不对第一大奥僧祇劫是属于什么凡夫众生嘛凡夫菩萨，第二大奥僧祇劫是不是进入所谓的圣贤菩萨，到第三大奥僧祇劫呢就是菩萨摩诃萨
哦，越是下面的话呢，精进懈怠的那个起伏比较大，哦，到慢慢呢，舍掉了懈怠而不断的精进，哦，不断的精进才可能累生累劫，哦，无数无量生，无数无量劫，三大而生起劫的完成呢，哦，那如果是顿根的话，就是哎，我急于了脱生死的时候，可能就停顿了，哦，就不再上去。就上不去，除非怎样回小向大啊、哦，所以呢，佛陀呢就观诸众生哈、哦，有立根，有顿根，有精进的，有懈怠的，啊、哦，那但是呢，佛陀是不是完全站在众生的立场，啊、哦，来随顺众生，所以随其所堪呢而为说法，啊、哦，来为众生来说法，好，那来为众生说法哈。哦，佛陀呢啊，透过种种无量皆令欢喜，因为众生呢是非常啊，这个前面讲到无数千万亿种的众生嘛，所以种种无量啊，啊，不管有多少的众生啊，多少种的众生呢，那佛陀都希望能够怎样让他们啊皆令欢喜，快得善利啊，啊，能够很快的获得佛法的利益。啊，那但是呢，世诸众生呢，闻是法已，啊，那么现世安稳，后生善处，以道受乐，亦得闻法。啊，也就是说，啊，这些众生哈、啊，因为能够听闻到佛法，所以当他们听闻完佛法之后呢，所获得的是现世的安稳。啊，因为透过佛法能够摆平我们不平等的心。啊，让我们不平等的心获得平稳，啊，也就是现世的安稳。那来世呢，后生善处，是因为我们现世安稳的话，啊，这个下的善因结的善缘的机会多。如果不安稳，是不是很容易痛苦烦恼啊？那么就会下恶因结恶缘嘛。啊，所以我们说要能够安顿身心是我们的功课呢。啊、哦，要能够身安而道隆啊，是不是？啊、哦，要能够安顿得了我们的身心是不简单的，啊、哦，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唯有透过什么？透过听闻佛法才有机会的，啊、哦，要让我们现世安稳而后生善处，啊、哦，来世要生在什么善处？而且是以道来受乐，有没有？啊、哦，这个道呢，也就是真理法则。因为我们理解了真理法则，其实我们才感受到安乐。啊、哦，所谓的乐呢，啊、哦，虽然有乐受，有苦受的乐受乐，但是那个如果还是外在的现象来讲的话，是不是也很难长久啊？啊、哦，但是如果真理真好、哦、这个真理法则来讲的话，能够摆平我们的心，啊、哦，让我们不平等的心摆到平等，而且。真理法则是不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随时随地，只要我们能够想得到，我们有善根因缘，是不是都能够与道去相应啊？啊，透过道呢，就有机会让我们感受到安乐、安稳而快乐嘛。啊，所以呢，易得闻法，啊，以道受乐的话，还可以再继续的听闻佛法，而且呢，既闻法已呢。啊，所以这个也等于生生世世去累积出来的啊，对法的那个熟悉度，一辈子过一辈子的啊，所以既闻法已呢，也能够离诸障碍。如果我们不理解法呢，其实是充满了障碍，啊，在着相上面呢是充满了障碍，啊，唯有透过闻法深入到因缘法里头，啊，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的时候，那么才算是离诸障碍哦。啊，因为我们离相会离掉相上的执着，啊，那么因为我们相上的执着是不是会起很大的障碍啊？因为我们会起恶心恶念，啊，那么就会有业障的什么现前嘛，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啊闻啊既闻法已而离诸障碍的话，那么就是在诸法当中呢任力所能见得入道，啊，先在法上面啊真理法则去理解。啊，而且呢，还要去实践，如何的实践呢？这也说任力所能，其实也就所谓的随缘尽分了，有没有？啊，任我们的，就是我们到底能够下多少的力气，我们就去做。
啊，任力所能，那么也才能够见得入道，有没有？才能够见道，才能够证得什么涅槃。啊，所以我们在证得涅槃之前，是不是要福慧双修啊？要修资粮位，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还加上暖顶忍是第一，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在诸法中呢，随缘尽分去实践哦，不是只有理解啊。啊，必须要去做的，那么才得以见得入道，有没有？所谓的入道，是不是就是要超，就是能够超凡入圣？啊，能够超凡入圣啊！好，那在第571页啊，这里就讲到法的究竟平等啊，因为受论啊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受论不同，其实就跟前面讲的那个。啊，有大根、大茎、大枝、大叶嘛，有中茎、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对不对？有小茎、小根、小茎、小枝、小叶，是不是都有各种不同的那个根基呀？所受到的语量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佛陀所说的法，如同什么？如比大云。其实佛陀所说的法的，对众生来讲，其实佛陀并没有去做太大的分别。啊，所以呢，佛陀所说的法如比大云，啊，所谓的法就像大云一般呐、啊，下来，啊，于一切的秽木丛林及诸药草，有没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呐、啊，各得生长，啊，大雨下来的时候，是非常公平的，针对所有一切的什么秽木丛林及诸药草嘛。但是因为秽木丛林及诸药草是不是都有它的大小的不同啊？好、哦，所以都会如其种性，在种性上是不是各有不同？有不同的种，有不同的特性啊、哦。那他们所接受的雨量是不是非常公平的接受雨量啊？属于小的就接受小雨量，属于中的接受中雨量，属于大的是不是接受大雨量啊？叫做具足蒙润啊，各得生长。小的要接受大雨量是不是很困难呢、啊？大的接受小雨量，他也不会是接受小雨量，他是不是就大的接受大的雨量，小的接受小的雨量，中的接受什么中的雨量啊？好、啊，所以如来所说的法其实是一位一相的，一相一位的。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智、一切种智，有没有？好、啊，也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法呢，其实叫做一相一位啊。所谓的一相呢，啊，在第572页第二行，这里就可以看到，一相就是什么？诸法实相，啊，就是一实相，也就如同一地的譬喻，整个大地，啊，尽虚空界，那么实相呢，它也尽虚空界，一位呢，就是一切种智的位，也就是语的位，一语的位。啊、哦，所以这一相也就是一地，一位指的也就是一语啊，啊、哦，就是同样是整个大地，那所谓的法，它是不是通所有一切大地啊？啊，语呢，啊，是法位啊，它也是一位的，它下来，啊、哦，那但是呢，因为秽木丛林啊，诸药草是不是都各有不同的种性啊？啊，所以有的小的呢，他就会用解脱相、离相、灭相之类的，啊，但是要到这过程一直到什么究竟，啊，到成佛的究竟大解脱，那就是什么大圣菩萨道嘛，他是不是属于大的根基的？啊，所以呢，我们等于是先从这个离相、灭相而到解脱相，啊，从解脱相而逐渐到什么究竟的解脱相。各有它的差异性，各有不同，各有不同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说我们的众生呢，就好像这个啊，有大根基，有中根基，还有什么小根基嘛？啊，那我们所接受到的佛法是不是都不同的那个相应的程度啊？啊，虽然佛法如同大雨一般啊，是一相一位的，但是问题就是众生的什么根基的差别，所接受到的佛法是不是都各有差别啊？
就会各有差别。所以我们常讲说，其实不是佛陀所说的法复杂，是不是我们众生根基的复杂？其实我们众生根基的复杂啊。所以在第573页这里就讲到啊，我们的基浅深差别，众生根基深浅的差别啊。因为这里就讲到，岂有众生闻如来法啊，听闻到如来法，有的呢就透过持读诵啊，诵经啊，啊去诵持它，那如说修行所得功德呢，不自觉之啊，啊等于说，我们有的众生接受到佛法，那么就来持诵啊，那么甚至呢去行持啊，所以有位法师就讲嘛，他说这个诵经者不如什么解经者，解经者又不如什么行经者。啊，当然我们刚开始可能要从诵经者来先做，对吧？我们诵经诵熟了，是不是就有解啊理解经典的机会啊？听经闻法会比较有善根因缘哦。理解了经典是为了做什么？去修行，对不对？去行持是有所根据的哦，是有所根据哈、啊。所以有的呢就是拿来诵持，有的就拿来修行。那他所得的功德呢不自觉知啊，其实是各有不同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里说所以者何嘛，唯有如来知此众生总相体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啊。因为只有如来啊能够知道，因为佛陀也讲嘛啊，金刚经不就讲佛陀对所有一切众生的所有的心念啊，悉知悉见啊，是因为佛陀至高无上的看清楚所有一切众生。我们为什么看不清楚？因为我们都是非常低的果位啊，在低的果位里头我们又很着相啊，着在表象上我们就已经痛苦烦恼不已了，所以根本就看不清什么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起什么颠倒相，对不对？所以透过真理法则才让我们有机会呢啊，能够厘清这个部分，能够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也才能够去通透所有的一切啊，这些现象啊，啊，所以唯有如来呢，是完全的知道众生的什么，他的种相体性啊，都有不同的个性啊，不同的长相，不同的主体啊，不同的这种特性，乃至于法性的部分。啊，所以呢，对众生所念的是合适，思的是合适，修的是合适，那么其实唯有如来是清清楚楚，悉知悉见呐、啊。好、啊，那再讲到说，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所以呢，是透过啊，比方是透过念，对不对？思到修嘛，那这个念是不是从诵经开始啊？从念。啊，诵经念佛啊，到思维啊，思维呢就是要去理解啦啊，这里就有点像诵经者跟什么解经者，对不对？要透过思维我们是不是才能够理解啊？行经者就是什么修为修行啊，所以呢这里也是讲如来他都知道啊，众生的种种的不同的习性啊啊，种性之类的，那么我们也是透过什么，从诵经、解经到什么行经，所以这里说云何啊，到底是怎么样的诵经，如何的去怎样解经，乃至如何的去行经，啊，是以何法来诵经，是以何法来怎样解经，乃至以何法来怎样行经，啊，那以何法得何法，啊。以何法来思嘛，以何法来修，而且以何法能够得什么何法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有不同的什么层次，不同的什么特性，所以我们所体会到的所做到的程度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都有其深浅的啊。所以呢，众生住于种种之地，唯有如来如实见之，明了无碍啊。啊，如彼慧目丛林诸药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啊，也就是说众生呢就如同啊住在这个大地上面啊，大地是不是也有种种之地，有高有低的地啊
啊，有山川，有溪谷嘛。啊，那佛陀如来呢，他跳开来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众生有高有低，根基有利有钝，对不对？那那个也有大圣根基，也有什么小圣根基，所以呢，如来呢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看到，所以他是如实见知，而且明了无碍。啊，但是我们所有众生在这个高低当中，我们反而自己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众生是不是就像这些秽木丛林、猪药草等啊？啊，当我们哎觉得一直在，反正大家都依地而住，啊，不管是高是低呢，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做比较，啊，却不知道自己的什么上中下性啊，啊，当然我们看到高低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的特性、我们的习性却是我们比较不自知的部分，啊，比较不自知啊，啊，那么这个也等于说大地啊，大地呢，整一地里头是不是有高低啊？啊，一个雨下下来，是不是也都有不同的那个吸收？啊，那主要还是众生的什么复杂？因为众生是不是也就在这个高低当中所吸收的雨量，是不是都有各有不同啊？所以才会形成出非常啊，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这个佛法。其实这里所要讲的就是，其实佛法它是很简单，佛陀说法就像雨一样嘛。从来不起分别，是我们众生在分别，所吸收出来呢，就有不同的法哈，会有天人法，有什么声闻法，也有菩萨法，对不对？这是我们众生的根基的差别啊。那有利有钝呐，啊，有高有低啊，啊，那众生自己的在现象上，我们都会执着在高低上，但是我们在那个特性上，啊，特性的这部分，我们反而不自知，所以我们说。佛陀所说的法呢，会分出所谓的法相跟什么法性。法相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啊？所以透过名相其实都在讲现象，但是法性是不是比较难啊？啊，那法性的部分呢，其实就在讲什么？在讲因缘法哦。啊，好，所以呢，在接下来，啊，佛呢于时来怎样施权，也就是为时而怎样施权，故权了哈。所以如来知是一相一位之法，好，如来就是知道呢，所谓的一相一位的法，也就是真理法则的法，好，真理法则的法呢，好，这一相是不是实相的？一位也就是它就像大雨一样，它就这样子下来的雨法，但是呢，会各有不同的这个解脱相啊、离相、灭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但是呢，终归于空，有没有？终归于空的这个空，其实也是在讲因缘法的空。因缘法的空是在讲什么？平等的空，有没有？啊，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我们说叫做空性嘛。缘起性空的空，是不是在否定不平等啊？在展现什么？平等性。啊，所以我们的无法解脱受到束缚，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到现象上的不平等，啊，从不平等 的凡夫的相，是不是要达到什么圣者的平等相啊？圣者他所现的是不是就是平等相 啊越是高的境界的圣者所看到的范围是不是越大，然后所看到的现象是不是越平等啊，在越平等当中呢，其实才有机会解脱的。啊，当然这里的解脱相啊，是透过离相、敏相、灭相，有没有？我们是不是经常讲啊，缘起性空的空，是不是在破除自性妄执啊？啊，让我们能够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离相、敏相，乃至到什么涅槃灭相。所谓的灭相，也就是什么？解脱涅槃相，但是解脱涅槃相又有它的大小哦，小的就是怎样个人的解脱，大的是不是透过菩萨道而到成佛的大解脱啊？那叫做究竟涅槃啊，所以到成佛的究竟涅槃常寂灭相，那么是成佛的，
这个过程终归于空，有没有？是不是都要透过甚深空义啊？啊，甚深空义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时候都用甚深的空义，到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就直接用什么性空，直接又用性空。啊，所以呢，所谓的甚深空义或者啊，这个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个一实相印里面的这个性空的法印，是贯通整个的佛法的精神。佛陀所要说的法，无非就是在讲空。所以会讲我而讲到什么无我嘛，有我相，但是在讲无我，就是在讲我相的什么空性啊，我是众缘和合出来的现象嘛啊，为所以佛陀所说的法的那个核心，其实无非就是什么因缘法。所以我们看到了空，我们要想到是什么，是因缘法，而不是在现象上。好，我们就是被现象所束缚嘛，所绑住了，对不对？而不得自在，乃至循环啊，这个生死轮回，是不是就是被相所束缚住啊？被时间、被空间嘛，时间也有相啊，空间是不是也有相？我们被这些所束缚嘛，所以要跳脱这个呢，就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因缘法。所以呢，这一切是不是终归于空啊？总说呢，哈、啊。甚深的这个佛陀的智慧就叫做法性空慧，其实就叫法性空慧哈。所以呢，佛之是矣啊。所以佛陀为什么能够对所有一切众生的所有心念悉知悉见，在金刚经也这么讲，佛陀就说他其实就是用什么，就是用空性空义去了脱、去了知这一切的了。所以呢，佛之是矣呢，观众生心啊，欲而将护之，是故不及未说一切种智啊。啊，也就是说，佛陀就是知道啊，我们众生心无量无数的众生心，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无数无量的心念啊？所有的心念是不是都是性空啊？都是平等性的啊，都是平等性啊。所以呢，佛陀观众生的心，知道其实我们的甚深的因缘都是充满了平等心啊。所以呢，欲而将护之，来护念众生的心。好，我们的凡夫心呢，其实是一直不平等的。为什么不平等？是因为着相。其实我们很深的心是什么？因缘法的平等啊，的平等性其实也通彻我们的心念呢啊，只是我们被外在的什么现象所给迷惑了，就不知道我们内心其实是充满的是平等性。好，为什么充满平等性呢？因为我们在善念当中是不是也会烦恼啊？在烦恼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是想要起善念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善念恶念的那个起灭啊，是非常平等，随时可起可灭啊，啊，是非常平等的。所以呢，佛陀就是想要护持我们的什么很深沉的这个平等性。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外在的不平等相，所以我们痛苦烦恼嘛，所以我们就造作恶业，所以就轮回生死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佛陀首先就要先适应我们众生的心，啊，看我们的众生心是的心量是大是小，是小，佛陀就先跟我们为我们说什么小乘法。啊，是大，那佛陀也可以为我们说什么大圣菩萨道，啊，所以呢，佛陀他不会马上啊就跟我们讲什么大圣菩萨道，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成佛的什么智慧，叫做一切种智，啊，尤其是透过菩萨道，其实就是不断的去累积这一切种智的过程，啊，所以佛陀呢，也就是说。能够深观我们因缘啊众生的心量呢，其实是不一致的，有大有小。为了顺应众生，心量小就说小乘法，心量大，佛陀是不是也说大乘法？所以佛陀并不是所有一切都一定要从大乘法来说啊。尤其我们一直有数世劫以来的自知自己的习性，就难免心量是有限的，所以往往佛陀是不是还是从小乘法说起啊？之后呢，慢慢引导才能够说到大乘法来嘛。所以佛陀这里就讲，是故不急，不立刻，
马上为众生来说一切种子，也就是大乘法。所以难免是不是还是从声闻法说起啊？啊，所以这个都是为了顺应众生的缘故，不是佛法的复杂。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